好烫啊、哦！为什么要切成九宫格啊？哎、欸，你都知道什么叫九宫格啊？我有看过叉叉的。对，什么是圆叉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圈面啊，人家加一个数字，你要圈呢、啊。然后你每个都有圈到一个数字，有一条线，你就可以粘，你就表示你赢啊。也可以披萨。这什么披萨？番茄披萨。番茄披萨有四种肉哎，它叫番茄四种肉。肉，大还有洋葱、老葱、老葱。我知道这还有两个辣椒。爸爸还有这个哎。嗯，你要加吗？不要。啊，好吃哦，大口。我张手轻轻点。Thank you.